对，你做饭，你做饭走，我俩下去买酒啊，必须喝点酒啊。哎呀，我好久没接到老板的酒任务了。你想接任务吗？想接任务吗？想接任务，我告诉你怎么才能接到。你要先多喝点儿大哥才给你下，你不喝他妈一点真的是，对不对？你要先多喝，你要，对，你要使劲喝。买点纸哈。买点纸吗？OK。还有买点喝的水。好。走吧。你这儿负责报酒啊。我连你都能报出来，就不用。你报你奶奶子，你报我一声。今天高兴惨了，今天终于不用听着大勇的呼噜声了吧？其实你呼噜声比大勇声大。你不是说喜欢听我呼噜声吗？对呀，因为你声音大，我才更喜欢了。你看，你也闭眼了一点，太能舔了。我打呼噜这个逼那什么兄弟那都能舔啊，太行了这逼。没信号。我的信号满格，信号啊！石锅鸭脚煲，特价28。28，我操，真假？28了，那一个。川味焖鹅26，我操，这么便宜，我操！太行了啊！走。出去嘛。买酒，酒买上。家里是不是还有一点白的呀？白的吗？还有一瓶，多整点吧今天。哎，酒水有没有？大哥要想看，要想看喝什么，要想看喝什么酒了，哥哥们。我白酒今天能喝3个。白酒吗？那么猛，超猛的啊，一摊。超猛！我现在，喝3个叫猛吗？叫猛啊！喝3个那叫猛男吗？喝3个啊！肥猪让他做饭啊！肥猪做饭，肥猪。滚！不要和我睡啊！我给肥猪发个消息了，让他那个业主罗，我们回来之后他就弄我操！不要先把弄了那个逼，懂不起的。他不会在闲鱼上卖了？卖了。肯定给咱们房卡，咱们小区门。你那个业主等我回来之后再弄好吧？不是没给咱们卡吗？是吧？咱一会儿这门要怎么开呀？啊，有卡，拿卡。在哪拿卡呀？啊，我们住的民宿上哪？住的民宿上哪拿呀？怎么？我们住的不，等一会儿。一会儿再说。非常行啊，把俄罗斯大哥都给吸了。没有，王富贵大哥那早就关注我了，兄弟们。真不信我能喝3斤吗？就这里就是。王富贵大哥。18年就关注我，好吧，兄弟们。这应该也是你们东北老乡。不是。你不是东北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是湖南的。你湖南老乡？嗯。啊，湖南的。你在看直播啊？对，直播。哪个？哎呀，你说你能喝3瓶，你能喝3瓶这个吗？这个喝不了3瓶，这小子能喝3瓶。这个吗？这喝3瓶，这个人喝3瓶就牛逼了哈！这喝3瓶你就给我买盒子吧。这个你就给我买小盒子。这个100块钱瓶你喝3瓶吧。这个我，你看这个才多少毫升吧？这一瓶顶，这一瓶顶5瓶啊！这个200块钱瓶，那你能喝吗？200不行，这100块钱一瓶，咱们喝这个100毫升的呀，这是500毫升，怎么得500吧？你按量来。再说我也喝不了一瓶啊。先拿啤酒，有没有红酒啊？红酒。红酒在你头上面
这多少钱？下面都有价钱了。你们便宜的？便宜的有啊。最便宜的，哎。红酒最便宜多少钱？红酒都有点贵，红酒都有点贵吗？这个吧，这个，是。你们用高脚杯啊，是吧？喝红酒杯用高脚杯。78块钱一杯。太贵。这红酒。嗯。你们大哥们点啊，兄们，这个这78有点贵，哥哥们，你们哥哥们那赞助一下，哥哥们。没有哥哥们赞助啊，咱们就喝啤酒啊，哥哥们。啊，那不这东西。一个东西，那有没有哥哥们赞助啊？就这个，每年赞助这个78，哥哥们赞个助，哥哥们赞助个飞机，我自己我再掏一半，哥哥们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吧？这是2015年的，哥哥们，2015年的好酒。这个这多久了呀？20，放屁，2000年的，这2000年的好吧？78，欢迎愚人哥。愚人哥，顶级红酒。愚人哥，要不要单独拼红酒？愚人哥，今天晚上我们办一个飞机就行，剩下这个大飞自己掏。愚人哥，单独拼红酒，就是一个飞机就行，剩下的让我自己掏。愚人哥，可以吧？哥哥，没有大哥算了，咱们就买就先吧，先白酒先买了，白酒便宜点有啊，白酒。江小白嘛，江小白贵，江小白。看文艺吗？飞机，我开。有喂吗？喂个懒子喂，你都没有喂好吧？喂个懒子喂，是不是收了？收个懒子哪有喂？红酒过期有没有过期的红酒吗？过期也能喝？没有过期。哎，这什么酒啊？这酒便宜是吗？椰岛海，哎，海王酒这个是不是就强身健体了？就喝了之后，就是是不是心里嘎嘎猛啊，老板娘？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健心的，就是那个喝了那个保健的。保健的，嗯、喝了身体就猛猛啊。嗯。你老公喝过这个酒没呀？他没有。你。他不喝酒吗？嗯。欢迎陈明哥。这。哎，陈明哥，那个我们今天买了椰子螺，买了一个5斤的椰子螺。还买了一个那个，还买了鲍鱼，还买了那雪蛤，还买了那个鸭子啊！陈明哥，现在就少红酒，还有那还有酒。陈明哥，要不要看一下？陈老板要不要喝红酒吗？陈老板，陈明哥啊，今天而且说我们租的是海景房、哦，而且今天是租的是海景房啊，陈明哥海景房配红酒，啊、哥就是配你看这个酒怎么样？这个是2000年的长城玫瑰红。2000年，这是2000年，陈明哥啊，哥哥怎么样？哥哥要不要赞助一下？哥哥，陈明哥好久没来了，哥哥老想你了，哥哥，你上次不说要点上什么活吗？哥哥，今天菜都有大哥赞助，那就差酒了，哥哥啊，哥哥怎么说？哥有没有想法吗？哥这个可以，这个188这个啊，嘿。陈明哥打问哈，这个哥哥，这些东西或者哥哥这个也行啊。他在哎，没人赞助哈，我们就买这个吧。哎，行，海王嘛，这是白的吧？白的。那白的它为啥是黄色的？不是白的，它是里面那个保健放了那个东西的。保健的。嗯。这个人保健嘛。这个8块钱。这喝了之后就是身体好不好？这个。嗯，对。开胃嘛，我可以。红军哥。三文鱼大哥吗？哦，看文鱼，嘿，学习了，走，不忙，看多少钱？感谢我三文鱼哥哥转了40块钱，感谢三文鱼哥转的40块钱，收，这个多少钱，老板？啊？这多少钱？我没啥钱，这个。这多少钱？我们一路都骑电动车过来。我说了，我说的78，最低价。那78吗？哎，最低价。76嘛，姐姐长这么漂亮，姐姐。哦，不会。75嘛。
70块钱。哦，我七十。你说自己说的，我自己是你自己说70块钱最便宜。这个不可能便宜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家里面，你们家里面那谁说了算？我说了算。对了，你说了算，老板七十。我看错了。你刚才自己说的七十吧？98。我76嘛，76嘛，老板娘，76啊。好嘞。啊，就这样。对呀，你说了算，对不对？观众都夸你漂亮。在我们成都都是女的说了算。没有啊。你感觉才，你别拍我。你感觉还没到40，我感觉啊。35。我你35嘛？哈哈哈！太行了。35。红酒有了啊，这个，我看一下，在那再看有没有哥哥们有缘分啊，有缘分了啊。白的话有没有哥哥们？我看有没有。哇，先讲小白的是吧？讲，这个你喝过吗？带劲的果汁酒，讲小白贵，哥哥们是整敬酒吗？还是那只这个酒啊？你们哥哥们赞助点这个酒啊？这个酒就8块，咱们买个6瓶吧啊？是不是这酒你也要赞助吧？这个酒怎么不赞助啊？这个酒8块，咱们买个6瓶有没有？这是真酒吧？不是敬酒，这是真酒吗？是那个白酒，他用什么泡出来的那一种？飞机那一瓶老陈的，哎，你别问。这什么酒啊？15的，几个？我看看。哇，这个5块，这个就可以。北京二锅头啊，大哥。这个5块啊，这个，来。这个拿过来6瓶啊！还有要你看我，这是不是骗子呀？没有，一米哥都没有胃，好不好？这个给我拿6瓶啊！这个没有问题吗，大哥？有什么问题喽？必然你想好了。对，咸蛋超人哥哥要不要整个房管吧，哥哥？啊，现在长远哥哥要不要整个房管吧，哥哥？东西，赞助了那个那房管就上了，哥哥要不要整个这个？现在长远哥哥，你的那个，哎，这个免疫调节。对，哥哥，你要说他有敬酒的话，就是这个猛，现在长远哥哥这个猛，欢迎我白狼的哥哥啊。看微吗？没有微，哪有微嘛啊？有没有大哥赞助这个了？这个敬酒的，这个有没有大哥就赞助敬酒？这个酒喝的嘎嘎猛，早晨起来我跟你说，胖胖的一坛。哎，嘿，一进来就是哎呀 ，M 哥东西 ，M 哥，你看，哎呀，感谢咸蛋超人哥哥送的飞机，收，哥哥喝什么酒？哥哥啊，感谢哥哥。飞机我等会儿给你上啊，飞机我房管我晚点给你上啊，现在房管现在上吧，是吧？现在上，你这不耽误超人哥哥吗？现在没有位置，我想欢迎我王富贵大哥，我等会儿给你上啊，那现在超人哥哥啊，欢迎王富贵大哥，王富贵大哥，我们已经买了瓶红酒了啊，大哥看看红大哥，这个也是我们。我们急的啊，你看这个红酒可以吗？这2000年的那个那王夫人味大哥，这是这2000年红酒啊。那边我卖红酒，你们有没有不用的杯子？就送我们3个吧。所以你今天你告诉哦，好的 ，OK， 好的，感谢大哥说随我，直接收，人不急无所谓，好了，咱们买点敬酒吧啊。大哥刷了个飞机，咱们买3瓶敬酒吧，咱买点好的吧。啊行啊，哎，喝敬酒还是喝了8块的？听你的是吧？就喝八，就喝8块嘛，让你师傅就赚点吧，喝吧。这嘎嘎猛，海王酒，喝了这能当海王，这真的，你看真的吗？真的，喝的 CPU 我，喝的这能当海王。哦，江小白，OK，江小白，哎。
王富贵大哥整几瓶江小白，哥哥。江小白他整几瓶，哥哥。要什么口味的？有蜜桃，有果粒方，有这种啊。多少钱？这江小白多少钱一瓶啊？这个13吧。老板。13，有一张20块。这种13，这种是不是13？哎，这种20，这种嘞？这种13。哇，这种才15株。这个23度啊。这个上面怎么没有401啊？这个二十啊。对，江小白比较贵，江小白啊，这个20啊，怎么说？13的两个吗 ？OK， 这个是13的吗？嗯，对。这个整两个。嗯。这再拉一个姐姐，快。那个红色的是、啊。这个也是13的吗？哦，好 ，OK。这个错了，你拉就对。OK， 好。还有什么啊，哥哥？我们还买了6瓶这个啊，今天晚上必须整醉，3间房。待会儿你推你带13只有一瓶了。感谢王富贵哥哥送的50个浪漫花束，收。感谢王富贵哥哥一生的好哥哥，感谢、我的亲哥哥、亲哥哥吗、那我的亲哥哥怎么说你那个咱俩的亲哥哥啊，咱俩的亲哥哥，那我就是他的二弟，你是他的大弟，好吧？你是三弟、啊、对，我是二弟，这是大哥，这个是啊，对，大弟呗。来，今天这个老板娘，这个酒像假酒啊，好，不是的，加一杯湿，怎么这么脏啊？你们、这个酒是不是没人买啊？我们哎，这个酒便宜，那要不你换一个嘛，换一个口味嘛。这便宜，这个便宜。这个就给我拿2瓶，再拿个瓶粉的。没卖的了。粉的多少钱瓶？13，那个20。再拿瓶粉的。北京罐过头买绿瓶嘛，我看看，绿，没有绿。再拿个或者粉的来，再粉的，就这个啊。矿泉水拿哪个？拿这个细的。今天这是酒啊，今天晚上必须全部喝完，3个人能喝完吗？水拿这个呗。水拿这个，拿小的。拿小瓶啊，拿几瓶？拿2瓶这个，拿3瓶这个大的。对，咱们一人一瓶啊。小的再拿几瓶啊。啤酒要整嘛，你不可能当当当上来都。都是白酒。啤酒有没有哥哥们说一下？等一下，有没有小好哥哥们想喝啤酒的？有没有好哥哥们想看喝啤酒？白酒，我们今天是白酒加啤酒再加白酒，那绝对啊。我阿萨姆还没买。对，王富贵哥哥的有没有阿萨姆了？阿萨姆1.5升的有没有？啊，1.5升的。1.5升的，给我整一瓶啊。凉的哦，凉的，凉的常温的哦，凉的喽啊，姐姐你保养的好好，凉的，那凉的常温的，常温的1.5升的啊，你们来这边多少年了？我们5年了，5年了。就是这边生意好吧？嗯，还一般吧。一般的。好澎湃。这个可以吧？这个是送给那个王富贵大哥的啊。送给我大哥了。大哥的。感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谢谢。啤酒有没有什么大哥的有想法，哥哥们？咱们接下啤酒啊。啤酒有。新疆大乌苏啊，有零度啊，有没有哥哥们？还有哈尔滨小麦王，还有哈尔滨小麦王，有没有哥哥们有什么想法想看咱们喝的、啊？哥哥们，在你飞这里就是说随便点，低消费啊，大牌面啊，
还有青岛啤酒啊，哥哥们，有没有什么那想整的，哥哥们啊？哥哥们，有没有什么想看的？大乌叔有没有哥哥们那个赞助的？就赞助一半嘛，就是赞助一半嘛。这乌叔一箱多少钱，老板？8块。那不是那么七块吗？这个一瓶不是那么七块吗？一箱七块钱。一箱九十，八块一瓶。一箱九十。12瓶。12瓶的。一箱九十，有没有哥哥们赞助一半嘛？哥哥们赞助40，我你飞拉出50，咱们就买一箱那个大乌叔可以吗？哥哥们，有没有哥哥们赞助的？飞机我直接搬走是吧？今天你一个飞机，或者说40次包，咱们就买一箱这大乌叔的，哥哥们，就是，都是 homie， 莫说来西，把希望交给明天啊，聚一聚，聚一聚，哥哥们。哥们聚一聚啊，就聚一聚吧。最近没钱了，哥哥们，确实兜里1000块钱都没有了。最近兜里都没有钱了，这一天，就是也对不对？买鸭子还有，对，这逼啊！我操！没粉的啥？有没有哥哥们打两个字？那凯威啊，最喜欢有一说啊，兄弟们肯定有啊，没有，哎呀。多少多圈少圈多少多圈少圈多少多少那一圈吧啊，哪有那么多嘛，聚嘛，有啊 ，QQ 钱包那转给你嘛，小智如果没有 QQ 大哥，我也 QQ， 看微吗？龙卡哥真的吗？没有微啊，哥哥们没有，哥们都来。别骗了，哥哥们！每天赚的比我们多还，哎呀，都成本高，都是 homie 嘛，咱们都是 homie 嘛，把希望交给明天嘛，是聚一聚吧，对不对？都 homie 嘛 ，homie 们，多圈少圈，多少圈？来舔一波，来舔一波。大哥主要喝好了，我们今天给你们伺候好啊，你们想喝。喝什么都给你们点好了。今天激活的话，大哥们把酒卖的话，今天咱们激活的伺候好。咱们激活的话，是不是价格要低一些？可以低。这大哥们只要把酒钱掏了，咱们那激活的话就是价格就低一些啊。开私信你，我那嘉宾，我看私信，真的吗？我看看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掏，那必须的，那不能老让富哥们来嘛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咱们对不对？咱们对不对？咱们这直播间有东西。哇，大哥名字叫做王多雨，我一看你就是啊，我加你了啊，就看你表现了，哥哥。欢迎游泳哥，哥哥加你了，哥哥啊，哥哥加你了，哥哥。欢迎白亮的大哥。同意一下啊，大哥真威吗？看威那飞机了，猫哥有吗？猫哥好像那有威哦。哎呀，感谢我，哎呀，感谢半酒，感谢我多余哥的54包，收。老板拿一箱大乌苏，大，哎呀，收，哎呀，感谢我。猫哥还有吗？猫哥有的话，你就直接转吧，猫哥。猫哥，我还叫我没看你微信，猫哥，你我会变了吗？一天，不是变了，哥哥们，你怎么？哎，主播嘛，那东西对不对？多掏少掏，多少要掏嘛。主播不赚钱啊，那是可耻的，哥们们。我收的多，是不是你们也开心？开心的兄弟打个一啊，是不是啊，兄弟们？你们看我是不是就是感觉有一排面？我操！我飞一个嘎嘎都都能收！我操！我飞又收麻了啊！来，咱们喊个口号，感谢王多余大哥的50块钱，收。嗯，嘿，对，那必须的，兄弟们，走吧，是吧？我看，
是不是没什么要？嗯，还有卫生纸，纸抽。纸的话就我们自己来了哈。那个那卫生纸的话就我们自己来了，哥们们，这个就自己来了，好吧？啊，这个就不聚了啊，这个这句话就是哥们，我操，大飞，你个逼他妈，你几个逼擦，你几个逼他妈那擦屁股的钱都要到我们掏，这纸抽，这来几个？那这个嘛，这个是擦屁股的。这个是这个啊，拿着，拿两个，再拿一个吧。佳威，来可乐吧。大哥，你私信发稿，大哥，你私信你发稿啊，让老板来收收嘛啊。多少钱？281。老子巴不得你死吧！我收多少钱？我说，你收多少钱？刚才收了90，大哥那还有鲜花啊，大哥那还有鲜花，兄弟们啊，我差不多，啊，多少钱？281。281，你重新算算来，我感觉没准，这多少钱？这个76吗？你不是说76吗？我加。你加了。我的，怎么281啊，哥们们，那没对哦。七十六。七六加，这个这多少钱？5块钱一瓶嘛，30嘛。这个5块钱一瓶就30，再加。再加你53嘛。这个是20的，这个2个20，这个意思。这退就退一个啊。加33。我算。那没队友啊，我这个多少钱？这个76。76，我那个，王富贵大哥，你的两瓶这个买了啊，你买到啊，那个76加30，加这个5瓶30。6瓶的。哦，30，加这个。33。30。11。这个多少钱？11。加9块。加这个9块。就3块钱包啊？对，3块钱包，加9块，加这里九，加九。这个十，哎，168的嘛？这里90。哇，这个90。25吧。258。啊，这里一个嘞。这个那才多少钱嘛？3块。260，咱刚才多拿了一瓶酒。260。能不能250啊？我喜欢。来不了，这个小本生意你还敢你经得住？258嘛。不管价的。姐咔咔就发啊。不管价。你发我也发嘛。不管价的经的。这里。微信这里。我看，花了260，聚了100多倒还好啊，花了260聚了80的80。的90、170啊，等于说自己花了，慢走。等于说自己花了多少钱？我看，等于说80的90、170，哇，自己花90块钱可以了啊，嘿嘿嘿。哎，有没有大哥帮你飞把这90块钱的也报了嘛？有大哥报的话，就绝对是一生的好大哥了啊。佳威，我出口了吗？哦，好的好的，我马上加你哥哥。哎呀，我马上加你哥哥。你这东西早说，一声好哥哥，来一个晴天哥，马上。你给我发私信了吗，晴天哥？欢迎我从头到脚哥哥，欢迎我从头到脚哥哥，那你来帮忙哥哥。从头到脚哥哥，陈金文。什么呀？过来，欢迎一下我那个。张大龙的总榜大哥，你过来哈，过来，咱们一起欢迎一下啊！马上，欢迎我张大龙的总榜大哥，张从头到脸哥哥，欢迎大哥，收，这个从头再来哥哥，非常有实力哥哥，
第一次来就给你飞，刷刷2000多，就咔咔的刷。第二，又给你刷了一个飞机。你看，你那必须的，是不是？从头再来，哥哥绝对是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哥哥，这绝对，绝对什么？你看，哎呀，你看，感谢从头感谢从头再来，哥哥转了100的是吧？收，感谢从头再来，哥哥。大哥还关心我啊，你看，大哥还关心我，别让他吃饱，你就不多了，你看。大哥嘎嘎关心我一天，感谢张大龙，我的好哥哥，感谢我从头再来，哥哥，收。大哥，今天晚上喝好，哥哥，今天晚上我给你看看，哥哥，付了呀？给，马上不忙、哥哥，今天有红酒，红酒有白酒，有啤酒，有啤酒，乌苏有阿萨姆，对，红酒、白酒、啤酒，一人一个房间啊。够了，今天晚上够你们喝的，够了，这个酒不花，买酒花260，还到这10块，就那必须好哥哥们多嘛一天，我渴了嘞，你巴菲你把微，不能把微发在公屏上面，哥哥那个停下来，哥哥你要给我发的话，你把你微后台你私信发给我，我马上加你，好吧？还有哥哥们整吗？有哥哥们整吗？咱们再会儿吧。万一买酒花260，倒赚560，那也是有可能嘛，是吧？哎呀，都好哥哥们，一辈子的好哥哥啊！喂，哥哥感恩的，收。这还没有？没有，我看有没有，我看一下，没有，那比口嗨的，走了。比口嗨的我操一点，260，海王酒没买够了吗？那么多白酒他妈你要？哎，等一下还没够，矿泉水他拿了呀。小瓶的再整着，小瓶的再整6瓶嘛啊。矿泉水，你拿可乐干嘛？矿泉水拿完6瓶了，6瓶已经拿完了，小瓶咱们没拿6瓶。拿一百块钱，拿农山泉吧。大飞为什么一说一天话，那都不累？挣钱嘛，哥。感谢马爷夫哥送的矿泉水，收。这个拿了6个了。感谢马爷夫哥送的翩翩纸箱。男生有，感谢马爷夫哥送的翩翩纸箱，收。感谢马爷夫哥，感谢马爷夫哥了。哎呀，好哥哥都回来了，感谢马爷夫哥。马爷夫哥今晚白酒啤酒，哎，大肥要再来一箱那啤酒，我报销。再来一箱啤酒，来，再来一箱那个大乌苏。大乌苏再来一箱啊，好的。米二哥再来一箱的大乌苏，今晚就是喝啊，不忙就是一起算，老板不要怕我们跑啊，没有跑不了这么多东西怎么跑，老板不要怕我们跑，米二哥再来一些啤酒，那就完事儿啊，消费就完事儿啊，老板今天赚麻了，老板你赚什么呢？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句收吗？可以吗？我不会说。感谢米儿哥转的100块钱，收。感谢米儿哥转的140包，收。感谢米儿哥转的140包，收。老板，我们酒太多了，能不能包上楼去吗？等一下给你送楼下去。你帮我把那个垃圾都送上来吗？可以的。我跟你说，你看一下，你拍张照，跟你说一下具体。这，你拍一张，这。怎么了？对，你不要把房间号报出来，可以的，你不要把房间号给我报出来就行了啊。那你给我送餐嘛，啊 ，OK。两箱啊，你在哪个地方呀？来，五一那酒店还是在哪里？就这上面啊。20-22单元。
这个黄浩不要说。就这儿嘛，就这儿。嗯，知道。就这上面，就这上面。对对对，知道。反正香酒在这。啊你这个拿下去，这个东西得提中午。那行行，我们能提就提。好，来提上，来提上。好。你把那些付钱了。我晚上我没付钱，多少钱？360。三百六嘛。嗯。我还没付钱，我看一下。你看一下那得给七不给嘛，不啥不得吧？这里。我还没付钱，差点钱都付，差点钱都没付。差点钱都，是三百六嘛？啊，三百六。算了，刚才算了260嘛，水那个那水拿几瓶啊？水拿6瓶吧，完了，一箱那个。马哥后就这里给过。360，差点倒赚了，兄弟们，差点倒赚了一点。转过去了，老板。360啊。你们这几点关门啊？我们这晚上还是。我们12点嘞。360啊。你要你就打我电话。啊。那个，你给我你报上来哈。啊，好嘞。你给我报上来。走了。哎，帅哥，帮我们开一下那个门呗。那个门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啊，走了。企业文化越来越凝聚了，非老板管理那有事。哎呀，上次哥，你看吧，今天买菜没有花钱，买酒，那买水，买到啤酒、红酒、白酒也没花钱。这好哥哥们太多了，好哥哥们今天喝酒完事儿啊。就是今天，订这个海景房花了179，对不对？那必须企业文化，就是上次哥，就是，气氛拉起来啊，大哥们都愿意消费嘛，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嘿，今晚三个人，那一人一个房间啊，你俩不要把主卧给我睡了啊。是不是加班开个会？昨天晚上加班播到4点钟开会的嘛。昨天晚上我们在那里，我们在那个在第二场那个饭馆里面那个开会的嘛，就加班加到4点的嘛。那必须要培训了啊。这边吧，我记得是这边吧。这边。今晚看吧，哎呀，兄弟们，哎嘿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啊！没了，我操，没了，我操，打了个冷战，没了，我操，大飞，你开个超市嘛，去其他超市免费进货嘛。欢迎上云大哥啊！那你把这些水再卖了，再看就赚了，是吧？那不是净赚300-360吗？不是，带大哥们去咱们自己超市。回头。大哥花钱进货是吧？回头大哥走了旁边过，我操，这么大飞吗？我操，你怎么在这？大哥，这是我自己尝试。完了，盖着。完大哥说有乌苏吧？大哥送乌苏1箱40，便宜点卖，那原价卖。干了吗？买这一箱酒，买这些酒多少钱？10块钱。买这个两酒。买那2箱酒加这些是不是就是20啊？花了多少钱？我实话做钱，你看一下花了多少钱？应该花了不到20块钱。我倒赚20。倒赚二十。咱们今天就突然就是，假如你这个蚂蚁又把你脚咬了，你这大了下去摆摊卖了，咱们能赚什么？没有，教好的，对吧？今天买的这鞋子，教好的都随便穿，你就穿个鞋子。上头对你自己啊，上头。你们又不知道门牌号，哥们们，真的是一天。你对外边他不就看到了吗？我对我自己啊。东西都拿走吧。
来，看大勇做饭啊。先挂了，我是人忙点哈。小凯，嗯，我是人忙点，你挂了。嗯，这个是富贵哥赞助的鲍鱼啊。这些好像全是我好大。这个是也是富贵哥赞助的雪蛤啊。这给他。这个是富贵哥赞助的那个椰子螺啊，你查个什么？这个是富贵哥赞助的什么咸水鸭啊？对吗？这儿这窄啊，这些都是富贵哥来赞助的啊。咱们来理一理，先感谢大哥嘛啊。就再感谢一下，因为这咱们对，咱们看一下吧，就是对，都是这个是三文鱼大哥。是赠给这个是赠送给富贵，那你下去去拿杯子。嗯，老板要上来啊？老板还送两瓶酒。你跟老板微信不？我来了，现在应该没有卡了。当然，我把 WiFi 拿下。我哎，来了。我连 WiFi 啊。